我的心感到奇妙的温暖。约翰·威斯利，威力运动的创办人，用这句话来表示他在1738年5月14号暗暝甲上帝的熟人经历。因心中感觉异常温暖的熟人经历，发生伫英国雅典门的小组聚会。每一年的5月14号，所有维利信徒会组织庆祝雅典门日。咱是一群的维利信徒，而我比因为称作维利信徒而感到欢喜。但是，什么是维利信徒呢？约翰·威斯利通过一篇讲道里，一位名维利信徒的品格来获得答案。伊列出了一位名维利信徒的特征，然后伊按呢款的分享。伫遮，我用另外一款的方式来表达。如果你指出为何即跩你所列出的特征是基督教内面最普遍的基本的原则，我的回答是：的确，安尼，这是真理，因为我知影伊是安尼。如果你指出为何即跩你所列出的特征是基督教内面最普遍的基本的原则，我的回答是：的确，安尼，这是真理。因为我知影伊是安尼，就亲像我对上帝是安尼。毋忙你甲所有诶人也明白到，我甲所有甲我一样称作为你信徒，会强烈诶拒绝任何除了基督教诶基本原则以外，分别咱甲其他群体诶其他特征。我所传讲诶是千百古老诶基督教，拒绝甲厌恶所有任何其他特征记号，这个是非常强烈的感觉。就亲像我对上帝是安尼，毋忙你甲所有人也明白到我甲所有甲我修行称作为你信徒，会强烈拒绝任何除了基督教基本原则以外，分别阮甲其他群体的其他特征。换句话讲，为使你要所有的信徒会通坚持作为你信徒，无有其他任何特别的所在，是和咱甲其他真实的基督门徒有所分别。所以，和我搁再讲一摆，我甲其实为你信徒，你感觉非常欢喜，就亲像约翰·威斯利，我毋忙伫新加坡为你信徒，会强烈拒绝任何除了基督教的基本原则以外，分别阮甲其他群体其他特征是耶稣基督门徒。但是什么是叫做基督门徒呢？不回答这个问题，会通用无常的方式。我想欢喜的答案就是简单佮谦卑。耶稣基督门徒是威斯利耶稣基督所传讲的最大也是人生中最要紧的事，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疼主你的上帝，也要疼厝边亲家己。约翰·威斯利相信这应该是最要紧的事，这是伊对伊学生佮团队所讲的话。伫你所教导的，一定着要包括疼上帝佮疼人。要确定这个主题是恁所有讲道的基础。所以，为使你约翰一开始，每一位为你公会的牧师在按日典礼时阵，会被问这个问题，有关听上帝佮厝边一种的问题。你是毋是向着完全来进步呢？你是毋是期待这一生中被塑造成最伫听内面完全呢？为使你是如何理解这个完全呢？以下是为使你定义。我所提个完全的合意，就是以听上帝佮听内厝边来引导咱的情感、言语佮行动。我猜测为使你毋忘所有为你信徒，毋单是被安利的牧师。所谓为你信徒，会通做出安尼款的心愿，唔但是为你信徒，所以自称做基督徒的，就顺服咱主耶稣基督家己所宣讲的诫命，
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跟所有经文中最要紧的诫命，就是要听上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也要听主并且安尼，这就是最为你信徒的定义，这就是成为基督徒的定义。听上帝跟听主边，也是为使你配信的中心思想，不是为使你约翰，乃是使徒约翰。请咱一齐来念约翰配信里面第二十节甲二十一节。咱若讲我听上帝，结婚的兄弟，这就是讲白贼的。无听伊所看见兄弟，就未会听无看见的上帝。听上帝也都听兄弟，这是咱对上帝所领受的命令。约翰伫遮提到咱的兄弟个姊妹，你毋是咱的厝边。伊强调的重点是一致的，听上帝甲听恁兄弟甲姊妹，或者是厝边，伫上帝目睭内，实际上拢是一样的。当耶稣被问到圣经内面叨一条的诫命是最大的时阵，伊也做过修详的结论。耶稣回答讲：第一条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第二条诫命就亲像甲第一条修详。耶稣无讲第二条诫命是跟伫第一条诫命后面，耶稣也无讲。相比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也差唔多一样要紧。无，耶稣是讲第二条诫命亲像第一条诫命。换一句话讲，咱尽心尽性尽意听上帝，甲听咱的厝边，亲像家己。对耶稣来讲，是修行一条诫命。使徒保罗也非常清楚理解耶稣的话。当保罗甲咱讲，对一条诫命会通包括上帝全部的律法，伊讲听人甲亲像家己。什么？保罗为什么安尼款讲呢？第一条甲最大诫命，毋是咱尽心尽性尽听上帝吗？为什么保罗用第二条重要诫命，而毋是第一条呢？为什么？因为保罗对耶稣话有正确理解。耶稣讲第二条就亲像第一条，这两条诫命是一样的。其实保罗也通安尼款会写到，因为全律法拢包伫尽心、尽性、尽意听上帝这句话之内。保罗是要强调是听上帝，是实际表达听咱的厝边，所以简单的用第二条诫命做伊强调的总结。这也是约翰伫咱今仔日所读经文中所强调的。咱看十二节，约翰非常直接的来讲，上帝是看未到的，无有人会通用伊的目睭看见上帝。所以，那么怎样听咱所看未到的呢？约翰伫第二十节甲二十一节怎样回答呢？咱通过看会到的兄弟甲姊妹来听咱所看未到的上帝，无听伊所看见兄弟姊妹，就未通听伊所无看见的上帝。听上帝，甲听厝边，咱哩主耶稣连接这两条诫命的方式，就是指出因是修行的。使徒保罗连接这两条诫命的方式，是讲通过听咱哩厝边，就是满足上帝全部的律法。使徒约翰连接这两条诫命的方式，是讲如果咱无听咱的厝边，咱就无有通听上帝。所以我用一句话来连接这两条诫命的方式，就是咱通过听咱的厝边来听上帝。请唔通误解，这节有关听厝边的经文是一款的威胁。请注意约翰第十八节里面所讲到有关听，迄听是完全的，这完全的听，就杜绝一切惊吓甲刑罚。因为一句话讲，
咱听上帝，佮听厝边动机，毋是出自咱因为惊上帝刑罚，而是予咱的审判。绝对毋是，上帝要咱予伊佮厝边的听，毋是因为惊遐刑罚而来做。迄完全的听是白白的雨，白白的雨，毋是伫惊遐中的雨。对惊遐上帝刑罚中，通得到逃亡的自由，正是为使你伫亚德门所感受到心内异常喜悦的经历之一。为使你写到。当时真奇怪，一股挽留流入我的心，我感觉我家己相信基督做我的救主，心中有一个明确的证据，基督已经除去我的罪，并且将我对罪佮死的律法中拯救出来。或者是无容易鉴定，为你学者会无同意安尼款的讲法，所以咱只有听候到咱伫天堂拄到维斯利，佮问伊到底即句话真正意思是甚物。不过听起来，维斯利亲像是伫咧讲，伫亚德门心内异常喜悦的经历以前，伊无确定家己是毋是完全信靠基督的听，佮得救证据，无确定伊是毋是因为足够的听上帝佮厝边来拯救伊的灵魂。但伫迄亚德门的暗暝，当时真个奇怪，一股真挽留流入我的心。我感觉家己相信基督做我的救主，心中有一款的证据，基督已经除去我的罪，并且将我对罪佮死的律法中拯救出来。使徒约翰也毋瞒咱同样经历约翰卫斯理所经历的。第十六章了，听起来亲像卫斯理伫亚德门的见证。上帝听咱的心，咱就知影也信。上帝就是听，约翰指的不是咱，只是伫知识上知影上帝听咱，咱是真信，也深知这是真实的。咱的心内有一个证据，上帝听咱。约翰卫斯理佮使徒约翰，毋盲咱，只真实知影佮真实相信上帝听咱。咱的罪是的，我的罪佮你的罪。拢比下面个读起，感谢上帝，可能只是自由的听，来听咱的厝边，无任何惊吓，是毋是咱做个到，还是听个到，在天对上帝的刑罚中被拯救出来，上帝要咱伫听内面完全，让我用另外一款的方式来解释使徒约翰对完全听的讲法。第一方面，完全听就是通过听咱的厝边来听上帝。第二方面，完全的听毋是出自惊吓上帝的刑罚而有的听，因为完全的听除去所有对刑罚的惊吓。第三方面，完全的听。是出自敌人内面迄份上帝的听，因为听是对上帝而来。咱听，因为上帝是听，而上帝的听点伫咱内面。咱直接来看十二节，无人见过上帝，但是上帝点伫咱内面，伊的听伫咱内面，通得到完全。这个完全这个字同样出现在17节、18节，用来表示迄完全的听。约翰鼓励咱听厝边，毋是因为惊吓上帝刑罚，迄听因的听来自点伫咱内面迄份上帝的听。约翰卫斯理的见证，甲使徒约翰的批信，拢要专注伫咱内面的经历。个真理，我的心内跟你异常的温暖，上帝的听在咱内面，通得到完全。第十六节也搁一摆强化这个重点，上帝听咱的心，咱知影啊信。大多数英文翻译，拢简单的翻做咱信任。或者相信上帝所予咱的听，但是约翰
确实相信上帝给咱的听。但是约翰也写到，咱知影也信靠点伫咱内面迄份上帝的听，唔单是给咱的听。约翰也伫整段的这个圣经内面，用同样的希腊文来表示上帝点伫咱内面，伊的听伫咱内面通得完全。咱点伫上帝内面，上帝点伫咱内面，甲咱连结，所以咱知影。唔单是知影，咱的心也相信，甲瓦靠去点伫咱内面去分上帝一听，就亲像约翰卫斯理，当咱的心异常的温暖的时阵，咱也就开始渐渐真实的知影，甲信靠去点伫咱内面去分上帝一听。同样的，约翰卫斯理，伊上帝一听会对咱内面。发散到咱的以外的厝边，咱听，因为上帝先将伊的听放伫咱内面。咱正做为你将的信徒甲基督门徒，咱为得到完全的听来祈祷，好，咱通通过听咱的厝边来听上帝，毋是出伫惊吓，但是是出伫迄份上帝放伫咱内面的听。这听是对迄在伫咱内面感觉到异常温暖的心，那么如何听你呢？用咱来生效听的方式，每一日拢有真侪无相的所在，无相的方式，咱通通过听咱的厝边来听咱的上帝。另外一个为使你约翰所强调基督徒原则。是听上帝，唔是单单以个人的方式，那是以小组的方式。那唔是只是讲个别的基督徒要通过听厝边来听上帝，那是要彼此帮助，一齐来通过听咱厝边来听上帝。玛利亚是其中一位伫咱为你福利服务疗养院内面，其中一位被渴望被听的厝边。你小组通领领玛利亚，大家轮流两人甲三人一组，一齐去探望伊，甲伊讲话，伊就正做恁选领领的这阿姨。咱哩为你福利服务的牧师乐意接待你的小组一齐来探访，互恁以基本的驾驶怎样来进行有意义病床的探访，并介绍。恁明白，在咱疗养院内面会年长的人，恁会小组通两个人甲三个人轮流的方式，每一队至少一个月探访一摆，探访的时间15分钟，即将是你所领领的阿姨还是阿叔所期待恁每一礼拜对恁小组而来的这个探访，鼓励你联络为你服务的牧师。你可以在为你服务服务的网站上面写了你的需要，或是打电话跟他联络。我相信他会跟你说，你的小组每一礼拜15分钟的探访绝对不是表面化，而是无意义。或者我们觉得每一礼拜15分钟的探访亲像是真的表面，但是真多时阵，甚至全部的时阵，所有长期都伫病床，阿叔阿姨来讲，因期待你的探访，因为这对你来讲，那是让因心内温暖，真正有意义。每一礼拜探访，和咱一齐同去听厝边来听上帝，去疗养院探访是其中一个方式，家庭领领也是另外一款方式。八岁的加勒是一个真的渴望被一个充满听。的领领家庭所接待的一个少年的厝边，咱直接来看这个真实的故事。述说加勒伊的心是如何因为领领上帝一听而变得异常温暖。Hi, my name is Caleb. I am turning 9 soon. Whenever I'm lonely or scared, I look for my best friend Peter Rabbit.Auntie Libby gave him to me when I joined her family.
My mommy and daddy cannot take care of me now. So Auntie Leaping said her family and Peter Rabbit will take care of me. Look, here he is. Peter Rabbit makes me feel safe. Peter Rabbit and I have many friends from church. Let me show you. Hi, Caleb. Wow, what is this? Peter Rabbit, is he your best? This is Auntie Lorraine. Sometimes when Auntie Leaping and Uncle Joseph are busy at work, she picks me up from school. Good job, Caleb. Okay, come, let's go. Caleb, look what I got for you. Pigs! Yay! I was scared when I met Auntie Lorraine for the first time, but now she is a cool auntie. Here you go, Auntie Lorraine. Hi, Caleb. Welcome to Play Therapy today. Oh, hi. Once a week, I bring Peter Rabbit to Auntie Grace. The big dino is mean, and the small dino is scared. The small dino is scared? What else is he feeling? When scary things happen in my life, Auntie Grace calms me down, and then my feeling becomes smaller. I like Auntie Grace. Caleb, which snack would you like? Pokey. This is Uncle Ming Yao. I want to bring for Samuel Titi. Would you like me to pack this for Samuel Titi? Oh, that's very nice of you. I'll put this in. I am going to his house for a sleepover today. How about Peter Rabbit? Would you like to bring... My heart feels happy when we all play together. Sometimes Auntie Leaping is angry. This is the 7th or 8th time you tried to hide your homework from me. When are you going to be honest with me? I know this has been hard for you. Sometimes Auntie Leaping is sad. I think it's because of me. We'll get through this together. Caleb, I'm sorry I was so harsh with you just now. But can you try to be honest with me? Can I give you a hug? I'm sorry, Auntie Leaping. Happy birthday to Caleb. Happy birthday to you. Yay! Make a wish, Caleb. I hope I can be friends with Auntie Lorraine, Auntie Grace, and Uncle Ming Yao forever. I am happy that I'm not lonely anymore. Peter Rabbit and I have many friends that take care of us. I'm gonna play with them now. Bye bye! This is from one person. He is from the Wiley Show Zoo.因通过一嘴来听加勒，一嘴来听上帝。在咱中间的基督徒的兄弟佮姊妹，因真正热心帮助年岁的囡仔来寻找适合的灵命的家庭。因每一个月通过 Zoom 的这个分享会，乐意来回答任何有关的问题，亲像如何参加、偌久的时间。这是因 Zoom 内面的会议的 QR code， 咱会通借着这个 QR code 来去联络，或者你的小组会通一齐通过爱这个年岁的厝边来听上帝的方式。我的心甲你异常的系列，我咱正人的心甲其他。最初的心，因为咱直接同去听咱的厝边，你听上帝，你感觉到异常的系列。咱一齐来祈祷，完全的听，除去一切的惊吓。咱听，因为上帝先听咱，你的听也点伫咱内面，帮助阮用迄异常系列的听。来听你，去听阮的周围的厝边，亲像家己。
奉迄个圣听，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